是帅哥姐们，我是阿一梦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今天来到了阿五哥的公司，老好看了，哇塞，里面全部都是电脑，什么都有，知道吧？我太高兴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看娃子姐现在坐在这里，她要去当那个啥来着，就是那个保安队长了，知道吧？我的天哪，我的职位的话比她高一点，知道吧？阿姐，你站起来快点。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，我阿姐啊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哎呀，我直接无语了，知道吧？他要去当保安队长了，要去当洗碗工了。保安队长是你、啊？什么保安队长是我呀？我能当？你看我这个颜值能当保安队长吗？我这么漂亮的，哇塞！保安队长不好了。保安队长哪里好了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个洗碗工，你个保安队长，只要有个地方上班就觉得开心。自己说不想跟说，哎，热死了！这里，我跟你们讲，阿五哥的公司太好看了，哇塞！我的天哪，我好高兴呀！哇，真的是，哎。